败，他病得非常的痛，吃了很多很多的药都没办法。一个出家人呢、啊，修得很好，这还是他的业，他知道是自己的业，他就忏悔，就每天拜观音菩萨、文殊普贤。有一天突然三尊呢都出现了，文殊菩萨开口：“戒贤呐、啊，哦对，对不起，插一句，他因为很痛很痛，痛到呢他想自杀，因为太痛了，就像癌症一样，什么药都治不好，他很痛，他想自杀。”这时候呢，他拜了佛菩萨现前以后呢，文殊菩萨就跟他讲：“戒贤，戒贤，你虽然今生修得很好，可是过去无量劫啊，有一世当国王，你脾气非常坏，你动不动呢就是拉出去斩了，你杀过很多很多的众生啊，你忘记了，所以你现在的病痛是重报跟轻受，所以你不要难过，不是你修得不好，而是过去的业力现前。”你要修空性，你要修安忍，那这是你的业。他一听到文殊菩萨讲了，当然啦，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知道原因了。后来观世音菩萨就继续讲话说：“戒贤，戒贤，你不能死。现在在路上东土震旦国有一位叫玄奘，他是你的弟子，他发愿宿世跟你有缘，将来会把印度的佛法传到中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三年以后你就到了，所以你不能死，你要为他讲经说法，你要把一生所教的佛法教给他，他会利益无量众生。”那最后戒贤呢，听到文殊跟观音跟他这样讲话以后，他就很感动的流眼泪说：“佛菩萨请你加持我。”真的三尊佛菩萨就一起放光加持他，他病就比较好了，然后就醒了。醒了以后呢，他一样继续讲经说法度众生，就等玄奘大师来。等到玄奘大师来了以后，他就问他：“玄奘，我等你很久很久了，请问你从中国，应该是洛阳吧，还是长安，我忘记了，从中国啊，假如没记错应该是洛阳首都嘛，出发这样走过来，一路辛苦吗？”他说：“真的很辛苦，不过三宝护念。”他说：“你有碰到困难吗？”他说：“有啊，常常妖魔鬼怪都要吃我啊，但是我都念观世音菩萨跟心经。”那他就问他：“你从中国到现在来要多久呢？”他说：“刚好三年。”他说：“对了，就跟佛菩萨跟我讲，我就跟你讲的是吻合。”后来他就劝玄奘大师来听经，当然他就拜戒贤论师为师父，亲自正式为他讲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非常的深，玄奘大师很聪明，没有去中国之前，鸠摩罗什大师读的翻的经论，很多的经论他一读都通达的，过目不忘的。所以这个戒贤论师就为玄奘大师讲瑜伽师地论，有100卷，非常深。讲完了，听完以后呢，他就想走，他说：“不可以，别急别急，玄奘啊，你虽然多生多劫很聪明，可是这一生你投胎你还年轻啊，你的定力还不够啊，你佛法很聪明，但是你学得不够扎实啊，你为了利益众生，这个论将来会依你而弘扬，你得要再听3遍你才可以走。”然后他苦口婆心，师父劝他，因为他拜他做师父，当然就听师父的话了。结果师父呢就故意慢慢讲慢慢讲讲讲，一共讲了10年他才离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到附近去参学。好，我讲这个故事想勉励各位，各位连玄奘大师都要听经听3遍，请问我们听几遍呢？这是我要跟你勉励的。我第一次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流眼泪了，真的，我23年前我就读到这个故事，那时候我觉得了不起，但当然我也提醒玄奘大师加持我。所以学习佛法你不要急，要有耐性，它有道次第。我也知道新加坡人做工很辛苦，而且新加坡人都是有头有尾没中间当然了，在上很多莲友也说：“师父抗议，我6天都到。”有，我看到了，也很精进。但是呢，我也希望你每一个经至少听3遍，我听我的师父的经至少听5遍以上。你知道吗，2003年我来讲第一次普贤十大愿，我的师父的普贤十大愿我听了10遍，全世界东南亚华人我收得到的普贤行愿品 DVD 我都听完了，我才敢来呀。我是很真心的，
我不是跟你炫耀说师父修得很好，而是我要跟你分享佛法真的要很真心很精进，不是像你们这样三天晒网一天打鱼，那只是结结缘而已。不同的心境有不同的体会，不同的故事在你不同的心境也有不同的体悟，所以希望大家谦卑一点，现在呢精进一点。我们真的很有福报，全部的东西都录 DVD 啊。以前我们听师父讲经的时候最多只有录音带啊，你来不及抄啊，你也忘记了，对不对？我的师父哪有像我们，还有 PowerPoint， 对不对？还有图片，还来发愿，听得听，懂就懂，不懂就拉倒啊，对不对？当然有些地方对老菩萨会都有些莲友的确会深，佛法它本来就是有次第很深的，深的呢不要急，多念六字大明咒，多拜观世音菩萨，让我愿解如来真实义嘛。念大悲神咒不是悟对正法能够悟甚深义吗？了解吗？好，这次我讲座就讲到这里，全部讲完了，接下来我要回答问题对不起，因为最后一天哈，请给我耽误一点时间，给我15分钟好不好？我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私人的问题呢，哎，请看幻灯片。Q&A 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小熊维尼。师父，请问，如果持10万遍大悲神咒，北传跟藏传有什么差别吗？效果是否一样？答案是功德一样。但是我刚才跟你说，假如你要专修今生，是藏传的大悲咒，你发愿慢慢来，将来会遇到如法的清净上师为你灌顶。第二，师父，我有个小问题，请问法师，家里有小狗往生，我用往生的陀罗尼基被帮他盖，过了一年我有一只小猫又病死了，我还是用这件往生陀罗尼被帮他盖，请问我这被往生陀罗尼金被放在家里该怎么处理呢？答案，你很慈悲，继续留着吧，因为你还会有动物要盖。师父，请问讲义第15页说，极乐世界未来佛阿弥陀佛上半夜下面入涅槃，下半夜观世音菩萨成佛，那请问那阿弥陀佛去哪里呢？答案，我上次说过，对上根的根性的人呢，其实阿弥陀佛是不生不灭的，最中下根性的人，比如说念观世音菩萨去极乐净土的人，有一天你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入涅槃，观世音菩萨成佛。其实念阿弥陀佛跟念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都可以往生，假如你是专持六字大明咒，注意听，往生的时候会看到西方三圣跟前面四臂观音来接你，所以不要怀疑。什么叫做上半夜下半夜？印度我们常常有分为上中下，以24个小时除以3，所以一个夜呢是8个小时，这是印度的算法。师父，请问是不是每一尊佛菩萨都可以念金刚萨埵百字明？我刚才说过，假如你要修金刚乘，第一要灌顶，第二口传跟解说。答案呢是可以念，不是不可以念，但是以功德来说，讲真话还是有差别。那我建议这位莲友，你先念六字大明咒，对观音菩萨发愿，假如将来我有因缘学如法的金刚乘，上师为你教四加行。师父，我们是否不能排斥那些不如法的众生？不要亲近这些不如法的众生，是不是如法呢？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不如法？你得要去思维。假如他是违反5戒10善，不论在家出家做杀盗淫妄酒的话，这个就是不如法的众生，你可以远离。
乃至于你到一些末法时代假的师父或假的上师，你可以远离。但是假如以《法华经》安乐行品的答案回答你的话，第一，心中不要说这个人的过失；第二个，也不用去赞叹他多好多好多好，不用也不用讲。尤其呢，在《法华经》安乐行品里面说，学大乘的人对声闻乘啊，一不可以讲南传佛教的过失，因为南传佛教也是正法；第二，也不用特别去强调南传佛教有多好多好多好，他会度他有缘的人；第三个，心中不可以有排斥的心。那万一你的恶缘周遭都是一些讲八卦、讲是非、讲不如法甚至谤法的众生怎么办？以修行的角度来讲，先要远离，发愿将来你成佛的时候来度他。这是给你的建议。师父，我是一个老菩萨李居士，今年75岁，我全部都听你的经，我的眼睛看东西蒙蒙的，我每天念法华经10刻，也许过度用功影响到我的眼睛吗？请师父帮我念法华经加持，我听说师父有神通。没有，我胃肠很通。谢谢师父，假如有的话请你帮我回向。哦，不要忘记，假如有药草的话，你让我的眼睛不要蒙蒙的话，请告诉我。这位莲友，你75岁还来听经，师父很感动，但是我告诉你，不要讲师父有神通，答案这个是不是真的。我最近这半年我收到一些 email 也说新加坡传我有神通，答案不好，我下次就不来了。听好，我真的没有神通，假如我有神通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变成大妄语，我有菩提心，我有正知正见，我有大悲愿心，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至于你来跟我谈，我能帮助你，那是因为我看过很多人，我有很多的临床经验，所以答案不要讲新弘是有神通，这样子的话是毁谤我，而且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乱传。我告诉你，我没有神通，我的胃肠很通。第二，你说师父，我送法华经眼睛蒙蒙的，那怎么办？答案是呢，你老了。对呀，你要承认自己啊，人都会老啊。各位，你不要看我今年哦，啊，再过一阵子就44岁，我现在都看更年期的书哎。我要知道我老的时候，假如没人照顾我怎么办？这没什么丢脸的，我也有妈妈，我有妹妹，我也知道很多妇女的个病苦啊。佛法你心要很正派，这没有什么。那我觉得呢，你真的老了，你应该去看中医甚至针灸。你问我师父有没有个快速的方法，有，念大悲咒，大悲咒的水洗眼睛，这是真的，像药水一样洗眼睛。你除了喝之外，另外一半倒起来，放一点点的盐巴，用盐巴水大悲咒水洗眼睛，会，你的眼睛会慢慢清楚一点，这是真的。大悲观世音菩萨哈，在大悲心陀罗尼出像里面甚至说，若有人耳朵啊聋掉啊，你念大悲咒加一点麻油，胡麻油滴进去啊，你的耳朵会通的。的确，这是真的，不是怀疑，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悲心。所以我建议老菩萨要去看中医，也要针灸，走路慢一点，我也会回向给你，好不好？但是你可以念大悲咒至少7遍，喝水一半，另外一半呢洗眼睛，我会祝福你。你下面呢问一个问题，师父，日本净土日本日莲正宗也念法华经，他们念的是受量品，请问我们要念印度的法华经呢，还是日本的法华经？请法师开示。好，我想你问得很真诚，我就答吧。看，我茶杯包一个纸，看到了吗？这个譬喻呢是告诉你，其实日本日莲正宗哈，我知道新加坡也有，我是讲教义，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有几位莲友拿过给我看他们修行法本，他是这样用日本的文化包起来，经文的确是法华经受量品，也有一些他历代祖师的赞颂，很好，
但问题它包装的是日本文化，甚至告诉你说进了日本净土真宗呢，不可以去听其他的佛法，这个有问题，对不对？只要正法都可以学习。换句话说，那不是有点像一贯道，你包进来以后发了天道的誓以后就不可以去学其他吗？所以换句话说，我要回答，茶杯是真的，可是纸是假的，我的比喻是这样。那为什么新加坡人喜欢念法华经呢？日本真宗啊，因为只要礼拜六礼拜天念半天就非常有感应啊，还要还愿啊，那当然有感应啊，因为这是妙法莲华经啊，我来新加坡也讲了好几次妙法莲华经啊。所以答案是什么？你自己选择。但是呢，有些是不如法的东西，你可以不要接受它的控制。好，我只答到这里。下一个，师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家里突然出现的蟑螂跟蚂蚁？因为你很喜欢用这个例子做比喻。虽然我们不能如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关注它，但是应该如何让它消失而不再出现呢？请你开示。答案是不可能消失的。你应该这样想，听好，蟑螂跟蚂蚁，当我讲的意思是叫你转你的念头，杀生不是唯一处理的方法。有人甚至说，哦，我杀多一点啊，帮他念往生咒啊，快一点去极乐世界，还轮到你杀吗？所以有些想法似是而非。我的重点是嘛，你应该转你的念头，看到蟑螂跟蚂蚁怎么样升起我们的大悲心。那现在也有很多，比如放醋啊，或是呢涂一些油啊，一些善巧方便把它减少。其实我觉得，若蟑螂常常住你家，你应该很高兴啊。你政府主屋不是只有住一个人吗？我住的地方也有蚂蚁啊，我很高兴啊，对不对？表示你并不孤单嘛。你也很高兴喽，来，我们那边轰轰轰轰轰轰，排一排，给你啊、这个饼干吃完了，轰轰轰轰轰，走出去吧。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是答案，它不会消失的。答案是什么呢？透过它来转你的念头，生大悲心。至于厨房呢，尽量减少干减少肮脏，只能降到最低。听好，难言菩提众生，没有一个地方是究竟清净的。蟑螂去你家，蚂蚁去你家，很好啊，你的人缘不错啊。所以答案 A 是心中要保持干净，心中要生欢喜心，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可能一定跌破眼镜了，师父怎么这样讲？下一个。请问大乘庄严宝王经以及最近我从不丹看到的译成英文本 Mani Kunpu 福藏内容是有相同或不相同？很好问题。简单的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从印度翻到中国，它是最简单最简单的略本。而这位居士你讲的 Mani Kunpu 啊，它是比较详尽的福藏法。那我也有一套，也有一个莲友送我，我看得非常欢喜。我有几张照片也是从上面拍的，所以比较详尽的是 Mani Kunpu 里面的这个福藏法。第二个问题，师父，什么叫自信观音？就是我们自信当中有大悲心，就像钻石，每个人都有钻石，钻石呢是非常非常殊胜，在法华经里面讲吗？不是，有个七个譬喻，有一个贫穷的人跑出去外面，对不对？后来人家跟他讲，你心中就有摩尼珠宝啊。所以大悲自信的大悲心就是自信观音。第三，大悲咒现在有教授如法的梵文流通版本，如果有感应而以古汉文念大悲咒可以吗？答案听好，不要太执着。虽然我公开我也念嗡玛尼巴德美吽，给你听，你可以念梵文就念梵文，听好，念梵文很好，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念头，认为不念梵文的人就没效，那你叫谤大悲咒。念中国几千人念南摩诃赖达奈多赖耶耶，一样有感应呢、啊。印光大师啊，念南摩诃赖达奈多赖耶耶一撒的时候啊，对不对？甘露雨就下降了。重点是你的念力啊，有没有很专精啊？重点你是对这个咒的道理跟功德有没有不怀疑？
能念梵文很好，念罗马拼音没有关系，念西藏的大悲咒也可以，念中国的大悲咒，功德都是平等的，了解吗？这样理解才比较正确。好，还有两章快结束了。师父，请问初学佛的人如何有次第的向成佛之路渐渐学习？哇，这一点有困难。有困难是要看你学什么。假如你学南传，请你要读清净道论，觉应论师写的戒定慧，从古南传乃至现在的泡禅师、口音卡禅师都是读清净道论的。第二个，假如是大乘的话，我给你建议，请看幻灯片，请读吉天菩萨的入菩萨行，因为西藏红白黄花都第一年读入菩萨行，叫你发菩提心，进入菩萨道，行六度波罗蜜，最后而成佛。那前几天也有连友流通我讲过的 MP3， 很好，你可以听。另外一个呢，假如你跟藏传佛教没有缘，那就请你听海印古寺我讲的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它就是从初发心，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三种慈悲，什么叫六度，什么叫十地，一直呢到下几天呢就8月2号我会讲精进波罗蜜跟大乘三摩地，讲8天。所以我们古来祖师其实有很多很好很好的经论，那希望各位呢就以吉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跟菩提资粮论反复的学习读10遍以上，那这样子的话你对正法就能选择。下一个问题，师父，世间宗教特别多，尤其新兴宗教，初学者如何分辨？尤其佛门里面也有很多相似的佛法，对我们这个初学的人真的是猛查查的，很难分辨真假，那怎么开示呢？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以我特别答，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的新兴宗教真的很多，奇奇怪怪的很多，虽然在新加坡也有南传、北传、藏传的佛教，只要是符合佛的三法印或四法印的正法，你都可以学习。什么叫三法印？各位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境涅槃，在西藏佛教里叫四法印。注意听，诸行无常之前它加一个诸受是苦，因为四圣地是讲苦地，很重要，请专心听。我发现有些道场，我没什么暗示，我就是讲佛法，你不要多一根筋啊，师父不是猜哪里。有些道场讲人间佛教，我们要快乐呀，要学佛，学佛到最后不可以讲苦，这有问题。佛四圣地第一个就讲苦地耶，苦的本质你明了了，你才会生出离心啊，苦的本质明了，你才会修行啊。我们是欢喜自在佛，欢喜就好，安呢？那个不一定是佛法，你真的要去思维，知道吗？所以人间佛教它一定是建立在八正道跟四圣地的基础上。人间佛教是民国时代太虚大师的愿心，我也很恭敬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就留到我到讲《法华经》第28品啊，8月14号在佛教青年弘法坛再说，我不在这里讲。我要讲的是讲人间佛教快乐佛教，欢喜不要讲苦，这是错的。为什么？佛你要想，一尊佛做一尊佛有老师，我请问你，我反问你，用逻辑问，无量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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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尊佛他的老师是谁？你有想过吗？当然这个问题像听起来是第一因啊，你或许说他没有老师，错，觉悟苦就是他的老师。所以讲苦并不是说佛教消极，消极跟苦是两个概念，只有了解苦你才会想修行。所以我要告诉你，当你人间遇到苦的时候，世间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倒霉啊，破产啊，离婚啦，对不对？不如意啦。可是从佛法角度来讲，恭喜你，觉悟的机会到了。你若不觉悟，你怎么会想来修行呢？所以苦是很重要的。第二个，诸法无我怎么判断？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我知道将来流通会流通到中国大陆和全世界。现在听说大陆呢流行叫还阴债，各位有听过吗？没关系，没听过更好，那你就专心听。因为大陆经过文革历史文化，现在大陆佛法都复兴了，我非常高兴，我也念念回向，希望中国人能够团结和平，世界和平，大陆佛法也是复兴。所以听说大陆现在有流行的行业，就说你这个人哦，头发黑呀、啊，业障重，来我告诉你还阴债。怎么还呢？他告诉你这么做那么做，也诵经拜佛，最后一道很重要很重要，要拿动物的血杀他，把那个血滴在那边，他念大悲咒哦，一念往生咒，这样才有效。而且呢，你的愿望业障铲除的时候要来还愿，而且愿呢还越大越好。各位听的不是很恐怖吗？念大悲神咒杀众生要滴那个血才有效，这是魔啊，这哪是佛法。第一个他就违反杀生了，第二个你念大悲，他们念大悲咒哎，念法华经哎，念阿弥陀经呢，这根本不是正法。所以你要去判断，这根本跟诸法无我是违背的嘛。五戒十善都不杀生的，菩萨戒是救度众生，怎么会告诉你说来我们现在大家诵经哦，做法会拜忏啊，念大悲神咒，最后呢一个人呢拿刀子去杀，然后滴那个血还发愿才有效，那绝对是魔。这个就是新经宗教可怕的地方。所以你要学习正法，这是很重要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师父请问大乘有分显教跟密教，显教是不管学显教，密教人都要修，这是供的部分。密教的部分呢，学显教的人可以不必学，这是不供。答案错，密教里的十四根本戒也要学显教的经论。你讲的这一段对一半，后面不对。你说密教的部分学显教的人可以不用学，这是不供的部分。哦，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答案是学密教的人也要学显教，你要有大乘菩提心的基础。下面你的问题，那么听说显密双修会比较好，在这一生可以成佛，修显教的人是否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呢？请问佛有修密乘吗？最后一个问题，答案有。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贤劫千佛里面比较特殊的一尊佛，公开讲金刚乘，不是每一尊佛都讲密乘。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先告诉你，修密是真的，但是你要遇到真的老师跟好的传承，而且自己要精进。那你说显教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吗？答案是真的。好，我现在做一个比喻，在冈波巴大师的大乘菩提道次第论有譬喻说，显教的部分叫因乘，因乘就是因果的因，你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你种这个因就得这个果，没错。而密教叫什么？果乘，果乘就直接从水果上果地上修。我举个例子给你听，这是冈波巴大师说的，大宝法王也讲过，待会我会解释啊。举方说你现在喜欢吃苹果，你怎么办？去 supermarket， 老板我要买一个苹果的种子一包，回到家里拿一个菜盆或脸盆撒进去，每天浇花浇水，还念大悲咒浇大悲水，对不对啊？苹果苹果赶快长大，呵呵，我要吃苹果。那当然要很久啊，对不对？而且呢可能还有虫啊，还有呢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你的苹果不一定长得出来，就算长出来可能是青青的，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方法什么？出钱直接去水果店，老板我买苹果，他就买给你了嘛。有日本富士山的苹果，有马来西亚的苹果，有印度尼西亚的苹果，买了以后呢，美国的苹果买了就直接吃了。所以用这个两个譬喻的，前面这个方法叫因乘，的的确确释迦牟尼佛伟大的就是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而最后成佛的。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听到这个数字而怕，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成佛的时候时间是空性的，这么长的时间啊，只是说明了一个菩萨道很尊贵，
菩提心广大无边，这是值得我们学的。其实时间呢不是很重要的，那密乘假如你遇到好的老师跟真的金刚上师传承的，而且你很精进，那的确呢就像什么呢，拿苹果直接给你吃。所以我记得我在大宝法王参加法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大陆的莲友就说，大宝法王请问现在东南亚华人的世界怎么呢，有很多的假上师啊，都是骗财骗色的啊，然后都是假的啊，乱乱灌顶啊，也不教佛法，都是骗人的多啊，法王你觉得如何呢？这时候啊我也在场，那因为是大陆莲友，很感动，我想哎呦怎么大宝法王讲这种话呢，不问大宝法王这种问题呢，我们当时大家很紧张，就这样子。结果法王怎么说呢？因为你笨嘛，你被他骗到他想要的东西嘛。骗什么？骗红包，骗财色名食睡嘛。假的上师你不要护持他，你要学正法，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哇，那时候呢我们大家听完以后拼命的鼓掌，大宝法王讲得好，这样子。这个说明了一个现象，什么？为什么我们华人会遇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假的呢？因为我们没有学正法，我们没有学正法的道次第，甚至我们没有判断的标准。当你有苦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来了净明佛学社，这是正统的佛堂，很好啊，我们是有善根的，有福报的，但是你要学佛法，你要学佛法你才能够判断是真跟假，如法跟不如法。所以用这个例子我可以告诉你，密乘真的是很殊胜，但是假的也很多，要小心。所以我苦口婆心公开，你若真的想修金刚乘，真的真的相信我，阿弥陀佛，念100万遍六字大明咒。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念，从华严经而进入金刚乘，我有我的因缘，我遇到的都是很好的老师啊，对不对？甚至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我已经学了金刚乘，我还是严格受我的梵网经菩萨戒，我不食众生肉啊，我不会说啊、哦，所有的空性的来徒弟我们待会去吃牛排，不要自己骗自己，我也将来会堕阿鼻地狱的。我受过梵网经菩萨戒，我发愿我生生世世尽未来际都不吃众生肉。当然不是说吃肉就没有修行，请问尊贵的达赖喇嘛他吃肉啊，他不是素食者，所以这一世的大宝法王我要度中国人，所以他发愿吃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最着相，中国人要清净相、吃素相、庄严相。中国人为什么要金刚经很流通呢？请深呼吸一下，因为中国人最着相，所以要用般若波罗蜜破你的执着，所以金刚经在中国普传的流通。大宝法王前世是度美国人，全世界弘法两次，这一世他发愿度中国人。所以我觉得我总结而说，你不修金刚乘也可以去极乐世界，不要怀疑。假如你有缘，要显密正住双修，希望你念100万遍的六字大明咒，师父也祝福你找到很好很好的老师，否则你在轮回里面总是在啪啪照啊，这里跑了这里跑了。我也知道大家来我很高兴，可是等我走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这样，哎，噔噔噔噔噔。好，讲经讲到这里，最后我说真诚的感谢的话，谢谢三宝，谢谢大悲观世音菩萨，先不要拍掌，谢谢呢，我没有生病也没有障碍能够圆满这个法会，我是很用心的，我不敢说最好，但是我真的是很用心的。若有不圆满的地方呢，哎，我相信呢，请你多多体谅。同时我也要真心感谢新加坡净明佛学社的吴主席、秘书长以及所有的干部，你看真的1000多人哦，连上厕所都很辛苦，我知道，所以他们真的很用心，那场地也很庄严。虽然6天 Part 1已经讲完了，所以我们先为这个净明佛学社的主席跟所有的干部跟义工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主席谢谢。
同时呢，我也要谢谢你们，因为没有你们捧场的话，那我们也没办法继续讲经，对不对？所以我知道很多的莲友听说下午呢两三点呢准备拿竹竿就来占位置，还有拿一包的卫生纸这样哆来咪发嗦这样排啊、听起来呢是让人家很感动的哈。那大会呢场地真的有限，不过世间总是呢没有圆满的，什么东西都有第一次。我想我们大家同心同愿，真正向观世音菩萨学习，自己学习也劝别人，我想六字大明咒会放光遍照新加坡佛国土，也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很高兴，我会发愿把这四卷的经文讲完。那要多少次要看经文进度，我想至少要五次跟六次，那一年来两次，哎呀三年好像跑不掉哦。所以但是我很欢喜啊，英文讲 It's my highest honor， 是我很高度很高度的荣幸。所以最后大家感谢自己，也感谢大家，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自己吧。好，谢谢，这次法会就圆满。好，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今天是最后一天讲经圆满日，为了希望这次显密圆通的大悲观世音菩萨法门圆满，所以金明佛学社的吴主席很慈悲，然后我们达成共识，所以现在要点灯。那今天有很多事要做，所以请把心先定下来。今天点灯与发愿就是我们要修持的法门，接下来还会继续讲经，讲到一个段落，还有很多莲友很热心的有一堆的问题，那我会尽量的答，然后还要回向，所以请大家专心听。现在请翻开讲义第42页。请合掌跟我先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请看幻灯片，有看到吗？阿提峡尊者有看到吗？有吗？有了哈。好，今天也要介绍这一两年呢，我每到一个道场我都很欢喜介绍这一段，那有些莲友知道，有些莲友不太清楚，请专心听。阿底峡尊者是在西藏乾弘时期经过结束以后，经过100多年朗达玛灭佛，就像中国的三武之祸，在100年之间呢，所有西藏的佛法都被灭除了，是黑暗时代。他主修的就是度母，所以他被欢喜的祈请到西藏。西藏的时候呢，对不起，他曾经在石窟里为他的20-30位弟子做了这个发愿文，所以这个发愿文呢，哎，我先解释，待会我们才做。然后呢，由尊贵的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把它谱取，所以在很多噶举的法会或者是菩提迦耶的法会就是唱这个。那点灯祈愿文有两段，第一个发愿文，所以待会我们要发愿，要点了灯才发愿。待会我先讲解，然后我会唱六字大明咒，然后由主席代表一位法师代表，还有12位的护法金刚，然后呢点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请你向旁边点，
也转过头来向后点，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快。还有三楼、五楼跟第一层楼全部都点，所以在点灯的时候呢，我们会唱六字大明咒。等你灯点完了以后，就捧着灯，接下来会看42页第19行。我念一段，你跟着我念一段，观想你捧的这个灯呢，变成3000大千世界。然后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是唱诵文，请看43页。43页，那我会放 MP3， 由尊贵的大宝法王的弟子，是一位很有名的东南亚歌手林龙玄所唱的，非常的庄严。他唱3遍，所以第一遍请你用听的，有些莲友我知道你会唱，但是在心里唱。第二遍跟第三遍的时候，请你大声的唱，请给我一盏灯好吗？来，先给我一盏，你不用点，我只是要示范。然后呢，就是唱的时候呢，他是按照这个记诵，然后呢，看第43页，第7行，愿与弥陀合为一。的确，阿底峡尊者主修度母，他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净土。所以，那传统上这个记诵，你就先照这样，不要乱改。假如你在不同的法会，注意听，也可以用这个，然后改为愿与药师合为一，或以愿与观音合为一，或以愿与其他的本尊都可以的。只是说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发愿求生极乐净土，所以就发愿愿与弥陀合为一。接下来在那个咒语的部分，听好，咒语的部分他会念得比较快，念3遍。念咒的时候刚开始捧灯，那念到咒的时候请你向右旋转，传统上西藏是这样子的，代表大圆满，不过小心不要撞到别的头，就是向右旋转，不要向左，因为左的是不好的缘起，所以是向右旋转，代表呢一切都圆圆满满，等同3000大千世界。然后念完了以后呢，然后呢，现在不用做，不用这样，这不是演唱会，更不是 rock music， 啊，专心听，啊，然后唱完了以后呢，由中间往旁边，传灯。那所有的护法居士呢，他们都已经彩排好。那彩排的时候，送的灯往左右边两，由中间往旁边传的时候，我会敲木鱼，带各位念南无阿弥陀佛，希望。这样的话就真正是显密圆融了，对不对？前面六字大明咒，后面呢是念阿弥陀佛，所以在供灯的时候要很虔诚，也很专注，也要同时观想有缘没有缘，有学佛没有学佛，乃至今天有来没有来，尤其你有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在苦难当中，都观想他今天也在这里。事实上虚空是没有障碍的，所以一样他会得到点灯的功德力。何况将近我们今天有1000多位的莲友一起发愿点灯，我也带你在这里点灯，所以这个功德是很大的，也希望我们将来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好，那现在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这个就是阿底峡，我在五台山他拍的格鲁派的寺庙，有宗喀巴大师，也有阿底峡尊者。那为什么要点灯呢？因为点灯是呢忏除业障一个最快速的方法，也可以让心中升起光明而远离黑暗与恐惧。这是你们新加坡卫塞节点灯的图片。接下来看一下，在菩提迦耶里面呢，我们凡夫是没有福报，就因为没有福报，所以要广修供养。所以平常供养的话，最少最少你要供一杯水，不可以空的，空的呢会代表你将来菩提道上呢一切都落空。假如你能供香供花那是更好，但是因为今天大会场地人太多，所以我们只供灯，灯都代表一切广修供养圆满。你看一下菩提迦耶，
他们西藏人还有全世界的佛弟子就在一杯的水上面供一朵花，对不对？好，接下来假如你去圣地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常常点灯啊，没有多少钱，印度币一块或两块，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福报，我们更应该广修供养，所以普贤十大愿里面广修供养愿是很重要的。那这是我们桑耶精舍新春茶会，我们每一次共修之前，每一个礼拜五的共修都要先点灯，那点灯是免费的，让人家随喜功德，其实我们是全部免费的。那大家呢念六字大明咒，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礼拜点一次，那你一个月就点四次，一年就点48次，十年就480次啊。好，再来看西藏喇嘛在每一年的过年法会的时候都会修，像噶举派修啊很多本尊的法会，那也会修玛哈嘎拉，最后一天他们一定会点灯发愿。所以点灯与发愿事实上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殊胜，也可以在最短的时候累积广大功德的方法。那假如你能够加上有香那是更好，有花灯果烛。那今天我们金明佛学社呢，佛堂上呢已经帮大家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又有机会大家可以到尼泊尔莲花生大师所建的满愿大佛塔，我在这里点过10万盏油灯，是很多很多团体一起点的。好，现在请给我打火机，谢谢。好，请捧在心中，两个手这样很虔诚的捧着，当然你也可以一手捧着一手拿着讲义，没关系。好，先不要讲话，把心静下来，可以你做你该做的事但不要讲话。然后现在跟我一起先唱六字大明咒，然后请一位法师还有主席请上来。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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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就可以 Om Mani 那么了请坐下来，不用站起来。Please have a seat.
现在只要捧在你的心间，旋转。请右手拿着灯，左手你的拿你的讲义，看42页，一起发愿。请右边拿着灯，慢慢来，不要急。点灯是很庄严的，但是心请定下来。在42页第19行，待会念发愿文的时候，观想你手上的灯，一个变三个，三个变五个，五个变七个，最后一刹那之间变无量无边，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遍覆整个新加坡佛国土，也遍覆的整个地球，也遍覆的整个3000大千世界。这是透过发愿而把灯由一变为多。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它上面有标点。好，请合掌。愿灯具成为等同3000大千世界，成为等同3000大千世界。愿灯柱仅仅成须弥山王，愿灯油仅成汪洋，此灯之术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有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清见。接下来的咒语是一个，哎，变无量无边个，它叫 Om Benja Aloge Ahom。好，现在可以放下，然后两个手捧在你的心间，不用举那么高。现在就给您听点灯祈愿文。第一遍，请用听的。对不起，听不到。等一下哈。Thank you.
很圆满。那接下来我们念阿弥陀佛，然后开始向左右传灯，然后您就等一下，我要敲木鱼跟引擎啊。好，各位唱得很庄严。现在念佛的时候，从中间，然后向左右两边传，然后观想所有的众生因此坐着大宝莲花而往生极乐世界。一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非常吉祥，请开灯。